华叔带你说的，我来给那搞的北京城。白剑冲的明快，关照大冲。白剑冲是中国的传统潮落，源于南宋，过来称为白剑，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。乾隆把白的我做的传统的宫女，宫女保留的比较完整。做的土木结构为文明清时期民居的十八零四楼，民国时期民居的年历楼。这里可能的温州文化道路，那些温州文化道路的人呢，搞高正的定式。石州搞白剑啊，帅啊，没色剑。当我不知道咧，你弹工具，弹工具去明朝，在建立三十九年，或一九八六年咧，又经过退休，在去年二零二零年咧，又重新修建的哦。这条街咧，到十九点一米，宽三点二米。这里可能咧，温州经营的电视馆，以温里食物。电视的龙舟的历史和龙舟的整个过程，从面讲啊，每年岛内的成鳌家家户户都在炖龙舟，经过八年左右的发酵，到第二年前面的成鳌呢就可以调酒了。结果的女儿呢，想体验那龙舟的过程，首先呢对个来个真的弹珠，所以呢从那当半人眼珠呢就黑漆黑漆讲给闹当月亮了。结果个精密吹波半句发酵，达酒过滤中按龙舟包装。从闽边两个城找来也来一地接云接比呢中间那个战略些，这里主要呢有让你喜记地方，一些主要呢有让米早也会清，但你句句来冇透过，你是带着战靠对量的下水量啊，战带就接气泡不断的供暖，冷眼穿那段呢也独立求恩，句句句冇做难怪两个这农的温州的又香又甜好得去。这些泡捞和冷滚泡捞，这些泡捞的滚水两岸所客，中国人。我那个泡捞的内锅看呢，当时呢开着泡捞啊，就你为了换着土衣。四个的泡捞我有看见金色的，六个的泡捞个的头数会看见，这土木结构为木捞和烧捞，盖捞盖木各五十座，是真空保护很弄晒。我不知道这段出来好好清楚，开灌水千年，根里面积呢四百三十四平方。经过五年六年的时间，将客商接受了错。这段古厝呢，有十八世纪几年的历史了，是乾隆年代的先进包装在完整的土木结构的古厝。有历史研究家的，今天那段挂着滚水山的山岭，槟榔地间所写的气地仅有一百遍。这段厝的雕刻精雅完整，雕刻的内容呢，独立历史古旅和民安的断锁音乐。据讲啊，这雕刻的能量啊，只有几百只。当地呢，神话虽然习惯将这些雕刻的能量而福建，关于这段厝呢，称为的福建厝，是这段和佛教多么孽缘关系。厝内的头那段呢，个山内鬼户为代言，独立名家丘比。对门口照窗那段在内树啊，扎根几眼几米，都按立台杆几眼光。虽然经过八几年的风吹雨打噶，但是呢，古里没睇咧。今年某门框配门顶的经营也照见，并且呢，独立顶领导。当于全那段内树花五年都包装之中，对乾隆年代故事啊，古董一定丢了冰冰光光，因为让我看见金色能源女，侬想要去住能源女看啊，是不你冷空间。这条古街和南街是清朝长期开上的，有三万个米洞，北京从到处都在看见这位文化。尊崇包搞来搞两度浓酒，北京从七八几年的历史就七八几年的浓酒历史。你看一百年，北京从浓酒的产量就达到了千吨，从面酒的一浓贵恩，三一浓贵八恩，能够是半的对口啊，是酒的对手。对这个很多是酒，你一定要捧到对手。感谢那间酒局来赶出那间老马拍去，就是要送我的记住啊，是酒莫开车。对北京从啊，是酒之声啊，可以升去老水啊民宿。点了不安解约石酒，这里很浓的民宿在独立古民居改哦，冬暖夏凉，古风的重料，古典的装饰。这里三段民宿的塔石段，三段民宿在三段古民居改约上的。田龙茶楼，茶楼可以开开盼望。上阿兰镇都卡门，看那古的河台、河围林，突厥无我的也有感觉。但你能感觉因老年田龙古的代酒恩，漳州那位山茶米露也香哦，我念代酒恩的味道。穿那段怪的半长的红巾袜，跳那段怪的人落石一招，跳到这
啊，好像过了嘞，地窝换地窝嘛的感觉。这种做嘞，总有个常常生意。这里半天，半天全都是的慢慢有招在哪有住，一路在你个石桥可以贴个半慢慢在哪个购买情况那贴的。其中那间我咯，半天半会上阿兰仔，你那会半天总有也中。我那所以老兵跑那么卡比的，我那看那有毛不？第三呢，好像比偷水人怪多呀。老李老话读书的天，不见从来有被改民俗，把佢听你从会一条学生来呢，看好这民俗家就可以对等一个石桥咯。